啊，开始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呢、一个工程嘅资讯站啦。咁我叫何伟杰，系一个助理工程师嚟嘅。咁我就喺呢个屋宇设备工程学嗰度修读咗呢个学士学位啦，喺香港理工大学。咁就喺2020年，我就加入咗一间就系预判嘅公司啦。咁就系一个建习工程师，就行咗呢一个工程师建习分 scheme 呢个计划嘅。咁我认为香港地工程界咧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啦，有呢个独特嘅优势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香港嘅基建咧系十分之多嘅。尤其是關於呢一個人工島啦，或者明日大嶼呢啲工程啦，而我哋building service 就包括咗呢個風火水電啦，咁就有多元化嘅工種啦。咁其實就唔會話會為咗生計而擔憂嘅。咁我哋呢個晉升前途都係非常之明顯啦，同埋呢個豐厚嘅人工啦，最重要嘅就係好撚多，即係好多嗰啲。女女喺度等緊我哋呢啲咁高尚嘅職業，即係我而家假下你都係一個註冊嘅工程師嚟，自稱。咁就我期望啦，將來啦，就可以為我哋呢一個工程界就有一個好巨大嘅貢獻啦。我都好感謝我母校啦，香港理工大學啦，就栽培咗我呢一個工程嘅人才啦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覺得自己都好尷尬。有咩同各位杰讲啊？有，屌你有冇臭閪？2023有咩祝福邝伟杰咧？分手啦！屌条女唔啱你啊！屌都未能屌过，净系掂两个手仔有咩意思啫？我而家出去掂个掂条女嘅手仔都得啦，有几捻难？掂两个都得。上次揽咧有咩 feel 啊？好捻正，扯捻咗，搞捻到我夜晚都要去搵佢出波，唔系讲笑。嗰两条女正啲定邝伟杰条女正啲啊？我觉得邝伟杰条女正啲，起码我未揽过。我继续行啊！正，唉，插支香落去啦，冇粉噶啦，唉，唔记得问佢攞香添。喂，味道如何啊？喂，鲜甜嘅芒果，纯化剂，呢个系山顶独有嘅风味，你食唔捻到噶啦，翻去奶你个女个閪啦，条女个閪都唔捻俾你奶啦，我谂。